好，这边如果没有金恩的话，不妨参考一下诺索斯吧，这一队也是可以解全木成就的齁。好，来第一关这边数字盾直接去转。好，他这边带了达尔文西格玛，然后再来就是木队的那个标配了，好不好？铁牛。好，这边现在是打 75% 了，下一回合一定要带走，不然就扣100了。好，这边灌过去，来接着第二关鬼机年斧哦。来这边铁扇先开。好 ，OK， 这个转的蛮漂亮，还多天降了一串木下来，打四亿多出去，全部都是铁扇打的。好来，现在有骷髅头。好，这边硬去拉了四康出来哦。诺索斯跳了，有要直接开下去吗？好，这边只是让你排珠吼，你下一回合还是要去转红绿灯。好，这边直接对付红绿灯 ，OK， 带走。好，来接着第三关。好，第三关浮石骗你半套，然后不能手消到水珠哦。好，这边有消水，来直接开牛魔王下去，这样就没有水了。好，这边来稍微叠珠叠到，好，右边带走，左边就会自杀了。我怎么觉得好像都是铁扇在打，都给铁扇一个人玩就好了。好，来这边把西格玛简单开下去，行动值也来到100，所以效果会持续三回合。好，这边他有故意把暗珠隔开，这边不要消到虚之印记十个都没事。好，来这边达尔文炸板。好，这边消了一个满板，漂亮。好，因为有铁扇在打，所以30下也算很快。好，这边一样先把暗珠隔开。好，这边场上是有超过10颗的哦。欸，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多颗啦。这边直接去把它隔开来，好，没有带走哦。来，接着就有超过10颗了，要再炸板一次吗 ？OK， 好，诺索斯去排珠，好，这边一个满板漂亮，好 ，OK， 这边一血带走，来下一条血引爆光来增加自己的伤害哦，那它会让你攻击零化一回合，所以这边直接开龙克去延迟。好，那接着西格玛还没有补下去哦，西格玛效果现在是已经没了。好，这边又消了一个接近满板。达尔文开，牛魔王也开哈，现在是二消的木珠，不过他这边还是用三消的方式去转哦，主要吃他那个倍率。OK， 打了95亿出去啊，来接着克属盾。这边虽然铁扇有开啦，是变成火，木可以克火，没错，但是这边是按照正常逻辑来讲，所以可能还是要等到它转水。好，那这边原则上就是靠着西格玛减伤去扛齁。好，现在转成光了。好，下一回合会转成暗。
好，这边西格玛再开下去减伤。好，这边消了一个理论满板哦，那是因为按不能消，不然就满板了。好，下一回合就转成水啦，机会就来了。好，这边又是一个理论的满板哦。好，转成水鼠，来，接下来这边达尔文开下去了。好，这边让铁扇吃个升华，OK，这个伤害灌过去哦，18亿。来，接着下一关冻结围城，这边诺索斯撸过去是可以直接解掉的哦。好，那这边是首消指定八康，然后不能消到水。好，这边要怎么去转八康？不能首消水哦，所以可能要稍微先把水滤干净一点。是有牛魔王帮忙没错啦，但也要吃一下其他版面。因为八康本身就是一个很吃版面的转法哦。好，这边角色猪拉出来了。好，这样子八康 OK 没问题哦。水猪一个叠，而且它刚又是一个满版的十康，只是因为有不能消的珠子。好，这边带走来，接着王一先攻当前99%。好，那打你之后会风化，直行横行。都会，是轮流的啦，不是直行横行一起来吼。好，这边你只要有打破亿就打到20%了，那这一关回复也会只剩5%。好，铁扇这边直接一个关开。好，这边还是有打到 OK 的。好，这边是直接去转，好，龙克也开下去了。好，这边打掉20%，来剩40%了哈。这边龙克有延迟的话是蛮好的啦。因为他也不会再给你额外的风化，他是要打你之后才会风化。好，这边开诺索斯。好，又是一个趋近满版哦。好，这边带走一血来，再二血是强化无鼠盾，然后不能消光暗哦。好，那西格玛撸过去也会变成强化猪。好，这边先感谢观众帮我们提供这个诺索斯全木成就，来给大家做参考。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哦。好，这边开二消，来西格玛开下去。好，这边撸成强化哦。OK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